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莹。秋尾冬初的韭菜嫩绿鲜美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像我一样，特别爱吃韭菜馅的各种面食。接着把开口的地方捏起来，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锅里多来一些食用油，用一根筷子试一下旁边，能出现密集的泡泡就行了。把做好的菜角一个个的下锅，这样高油温下锅，外皮定型会比较快，里面一点也不会吸油。整个过程用中火来炸，中间还要勤翻面。这种菜角外皮很薄，里面的馅料也很容易成熟，大约需要1分半到2分钟的时间，炸至外皮金黄色就可以控油捞出了。这样做的韭菜菜角趁热吃，外皮酥脆，里面的馅料特别的鲜美。
每一个馅料都很足，薄皮大馅。拌汤面再加上高油温下锅，里面一点不会吸油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一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转发、点赞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